第二十题，乘十九题，若流经甲、乙、丙三个电阻器的电流分别为 I 甲、I 乙、I 丙，流过电池的电流为 I，则 I 甲、I 乙、I 丙、I 的关系，下列何者正确？这个是我们在上学期就学过的内容，也就是电流在串联的时候，总电流与分电流的关系。总电流通过电池的电流，分电流流过各电阻的电流，它们全部都是一样大的。串联的时候，总电流跟分电流相等，也就是 I 会等于 I 甲，会等于 I 乙，会等于 I 丙。因此，第二十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I 甲等于 I 乙等于 I 丙。